高兴星作为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马上留学美国攻读博士，要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但他处在美国期间，为了一张绿卡卖国求荣，竟然破译祖国的北斗系统编码奉给美国军方，还妄图加入美国国籍。人不能至少不应该，虽然结果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他的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叛国。掌握行业顶尖科技的他，本来可以拥有另一种璀璨的人生，如今却身败名裂，为家族蒙羞，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面是学霸，一面是汉奸。好，那么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公知系列，来黑黑这个吃里扒外的两面派高兴星。高兴星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父亲高德林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母亲杨宗英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环境，再加上高兴星自己勤奋好学，让他的父母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厚望。作为一个官二代，自小他的成长环境就非常优渥，最好的教育资源跟不要钱似的往他身上怼。高兴星呢也不负众望，一直品学兼优，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第一名，更是在1997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经仪系。这个专业呢，涉及到了仪器电路、光学物理、光阻处理等诸多学科。从这时啊，高兴星就接触到了国内最顶尖的精密科学。4年的本科生涯结束后，他开始在本校电气工程专业读研，导师呢也非常看重他，带着他参加了许多的科研实验。当时的清华大学有着全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师资团队，有人猜测研究生期间他跟着导师参与过北斗相关项目。不过呢，这种猜测也是有依据的，科研需要年轻的力量，而且在当时高兴星属于是那一届的尖子生，能加入研究也不算例外，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3年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高兴星没有继续留校深造，而是选择了赴美留学。他认为当时的清华已经放不下自己这尊大佛了，渴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地位。5年之后，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过这时的高兴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格雷斯博士。他的父母也挺以他为荣，还出了一本书叫《跨进美国斯坦福大学：追寻女儿成长的足迹》。不过呢，当时国内有一股出书热，什么虎妈狼爸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的，用来讲述教育子女。高兴星的父母本以为学业有成的女儿能为自己的家族带来荣耀，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2005年10月，欧洲发射了伽利略系统的首颗试验卫星，并在2006年1月起火使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高兴星和他同实验的人员就捕捉到了三个波段上的新民用信号。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高兴星独自一人破解了这颗卫星的底层算法，并对截获的信号进行了解码。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在美国知名期刊上被刊发，在这不久之后，他的编码就被全世界的接收机公司使用来跟踪伽利略系统卫星的信号。这个时候的高兴星已经没有了回国的念头了，要知道想要待在美国就必须获得绿卡。但他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引起美国军方的重视，就在他绞尽脑汁怎么拿到绿卡的时候，2007年4月，我国发射了北斗系统的第一颗地球中轨道卫星。有了之前的研究经验，高兴星很快就破解了北斗二代定位导航卫星的信息编码规律。这个研究成果当即被美国军方重视起来了，他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文章可做呀，一方面给高兴星配备了最完善的科研团队和高昂的科研经费，另一方面他们大力抹黑中国。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定位系统只有美国的 GPS 一家独大，全球的军用和民用都被他们覆盖。但我国竭力研发的北斗系统一旦成功且投入使用，对美国来说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想拖垮我国的北斗研发项目。并且高兴星只要破译了北斗使用的编码系统，对我国的军事力量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同年高兴星获得博士学位，他破译北斗编码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内，一时激起千层浪，国内明星动荡，大家都非常震惊，自己国家的高材生怎么会把不利于祖国的研究成果拱手让给美国人？这样高智商的人肯定知道自己这么做意味着什么，都在痛骂高兴星是卖国贼，是21世纪的情况。同时呢，大家也非常担心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出来的北斗系统会毁于一旦。不过这时北斗系统的研究人员徐颖代表官方出来解释说，北斗的编码有很多，既有军用也有民用，高兴星破解的不过是一段即将公布于众的民用编码，对于北斗整个研发计划没有任何影响。不过这个事情啊，也为整个北斗的科研团队提了个醒，大家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固和完善了编码规律，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不过仔细想想，
国家花那么大精力研发许多年的系统，怎么可能被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博士轻松破解呢？有了官方的回答，大家都安稳了下来，但是对高行星的口诛笔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父母也被迫停止退居二线，本以为能为家族增光添彩，没想到是夜壶悬顶事到临头了。2008年高行星博士毕业后，美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得到了美国航空委员会的大力表彰和高昂的奖学金。但是后来他们听到的消息，破解的不过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编码，对中国北斗系统造不成什么影响。他们又指使高行星破解其他的编码，但无一例外都没做出什么成绩，美国对他的热情在一直消退。最后美国愤怒之中收回了给他的科研环境，还取消了曾经授予他的荣誉和头衔，生活一下从山顶跌落到了谷底。高行星以为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去其他实验室找份工作，但他这样的人既然能为了利益出卖祖国，就能为了其他的好处去出卖别人，导致他在美国都无人敢用，无处施展，在美国待不下去又转头想回国居住，这怎么能行？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曾经背叛过祖国的人。一时之间，高行星滚回美国的话题登上热榜，大家都惊讶于一个人的脸皮怎么能如此之厚呢。现如今高行星依然待在美国，有人说他在斯坦福任教，不过不收取亚裔学生，如此数典忘祖背弃祖国的小人实在为人不齿。同样都是科研工作者，钱学森先生可以放弃在美国的名声待遇和优渥生活，毅然决然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回到祖国搞研发。那个时候的中国多么落后，多么贫穷，那个时代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隐姓埋名，埋头苦干，有些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样的人也是真正有良心的人。他们的姓名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们的功绩与世长存。诚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籍有立场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但起码不能违背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良心。而高行星这样投机取巧利己至上的人，也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行了，快乐生活中的段子，希望大家喜欢的话能给个点赞收藏关注转发，咱们下期再见。